佛光山而有寺，携手国际佛光会、墨尔本协会举办艺术画展，展出了许多佛光人居家防疫的绘画作品，其中呢也包括了星云大师的一笔字墨宝，吸引到非常多的人前来赏画，展现了用艺术弘扬佛法。墙上摆满精致画作，佛光山而有寺与国际佛光会墨尔本协会联合举办艺术展览，吸引许多民众慕名而来。展出多种艺术作品，包含星云大师的一字笔墨宝，以及而有寺有弘法师的电脑绘图，也让疫情期间宅在家的佛光人献出涂鸦画作，透过艺术文化弘扬佛法，也欢迎当地民众前来赏画结缘。人间卫视澳洲墨尔本综合报道。